非常轻易可以到了，而且他常常松井好像完全猜不到这个球的进垒的轨迹啊，突然向下掉做短打，也是碰到了一个蝴蝶球。我们来看刚刚 ERA 打全垒打这个蝴蝶球啊，在好球带的上方进来，但是到了本垒板好像没有什么移动，所以蝴蝶球有时候你真的还难以来振奋一下他最近啊萎靡不振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士气。你看最近九场比赛26个打数才不过出现一支安打，哇，这个全垒打我相信会让他的打击信心啊。